確保會議有秩序、公平和正當進行的職責的。好，多謝法官問。下一位，黃碧雲議員。我都話你留足時間，如果唔係冇辦法。黃碧雲議員，我哋好重要喎，俾佢講埋啦。有其他途徑，我哋唔係今日，我而家剛才講緊嘅，俾三分鐘係每位議員自己作為一個發言。黃碧雲議員，咁我俾我啲時間法律顧問答一答先啦。OK。三分鐘繼續。主席，議事這個會議程序的31条是授權委員會確立了委員會呢是依照議事規則第70，對不起啊，我相信我相信議員剛才提的是第30条，是確立了這個議事規則第71条第13款，根據議事規則授權這個財務委員會自行決定本身的行事方式及程序。這個規定呢，它本身沒有進一步作一些細節上怎樣去達至呢，是作適用的會議程序的。即係等於而家剛才大家都拎起嚟做參考，嚟到做。